这是亚洲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每个月接待的搭客超过500万人次，几乎每隔90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降。樟宜国际机场享誉全球，它的起点却是从紧挨着樟宜空军基地军民共用的第一跑道开始的。日本在占领新加坡期间，下令上千名联军战俘在樟宜兴建2条战机跑道。日本投降后，英军重返樟宜，倒过来监督日本战俘改进跑道，给英国皇家空军使用。当时日军在这里呢是建了2个跑道，第一个呢是南北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像一个十字这样呈90度。然后英军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南北的跑道保留着加宽，并加了一个滑行道，另外一个交叉的跑道呢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停机坪。英军在1971年撤离新加坡后，这里由新加坡空军部队接管，改名樟宜空军基地。1975年，政府决定在樟宜空军基地的基础上，填海兴建樟宜国际机场。1981年机场启用，民航机起降的第一跑道就是早前的军用跑道。这跑道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从日军到了英军，现在到了我们新加坡的首领呢，它也是有它自己的一段的历史。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是在继续在用着这个停机坪，然后那个第一个跑道呢，也变成了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运输机会从这个停机坪呢，到了滑行道，然后从了滑行道又到了跑道呢，就跟民航机一起共用，然后从那里起飞。除了跑道，樟宜空军基地里头还有个鲜为人知的遗迹。根据历史记载，1942年以前的樟宜有一棵百年以上的樟宜树，英军在它周围盖了营房。后来二战爆发，英军担心日军把这棵树当成攻击目标，把它给砍了。已经不见踪影的这棵古树，生前究竟在何处呢？在樟宜空军基地内的迪比路附近，地图研究员莫吕勇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结合旧地图，确认古树原来就在这里。我现在站的位置是当年樟宜树的旧的位置。樟宜树当年呢是76米高，鹤立鸡群呐、啊，这里所有的树都比它低，所以它是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的周围呢有很多军营的军区啊。当年这里是 Roberts Barracks， 是炮兵的军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日军把这棵树啊当成参考点给炮兵开炮用的，所以目标是新加坡，所以英军那时候觉得啊这样不行了，就马上把这棵树给砍掉，然后以后这棵树在战后的地图就不再出现了。老树已不在，在樟宜长大的人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感情的根却深埋在这里。搬离樟宜已经40多年的赖威敏经常回老家看看。
威敏一家八口从前住的三层楼店屋已经变了样，但形象却永远地留在他的画册里。最难得的是在这里还能碰见老校友。你们都60多了吧？威敏的父亲赖美浪1950年代在樟宜村创办了中心学校，为村子里的孩子提供华文教育。学校里面呢就有户外的操场、游戏场、贩卖部，每一年级只有一班，所以呢一班大概就是30到40位同学，然后加上5、6位老师、校长跟校工。来来，这个是在篮球场外面哦，你看这个。中心学校在1974年威敏一家搬离后关闭，校舍不在，但纯纯的学子情却还保存到今天。你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个前一个后。那个游戏场在哪里呢？什么游戏场？那个跷跷板。跷跷板就在这边篮球场下面呢。全部是室外的是吗？啊，西面的，西面红色的。雪城微博微明天气中耶。换心仪，樟宜村的命运起伏不定。这家五金店是樟宜村少数仅存的老字号，不起眼的老店铺曾经走过辉煌岁月。69岁的店主赖永成出事前，他的父亲早已在樟宜村经营杂货店。当时有也是有佣金在樟宜了，而且他们的那些女佣啊、阿妈啊，都是经常来我们店里买东西，而且他们跟他们家乡啊，就中国大陆的家乡联络的都是用我们店的地址来通信了。那么慢慢后来我们就改了做洋货，就卖一些小五金，我们都有送货了，送给那些英军的那些俱乐部啊，比如他们要开 party 就要茶杯什么都有送我们买的。早年的樟宜村有巴士总站、警察局、戏院、巴沙和中心学校，五脏俱全，乡土味也浓厚。巴士总站如今搬到对面的罗弄白骨缸旁边，巴沙的位置则保持不变。以前呢，这边就是巴沙，然后后面就是樟宜戏院。然后巴沙呢，在50、60年代，他们的那些海鲜啊，跟家禽等等，他们都是现场屠杀，然后立刻出售的。所以呢，我印象中的是巴沙呢，里面呢全部都是血淋淋、脏兮兮，然后臭气熏天的。那我最怕的呢，就是走过那个卖鸡的摊档，因为那个摊主呢，他随时就会倒。把那个鸡头砍掉，然后那个血流如泉，然后就是不忍目睹，是很恐怖的经验。经验就是在这边，就是樟宜戏院。那个戏院呢，是小小的。我记得我们就是常常跟哥哥姐姐一起去看戏，那个戏票是5毛钱。我最主要的就是去里面吃糖。然后那时候我们坐在那个椅子，他们里面就是很多虫、很多蟑螂跑来跑去。
1970年代后的樟宜村，荣景不在。火患再加上英军的撤离，让小店家感到彷徨。英军撤退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到慢慢生意啊，那顾客少了了，生意也是比较差了一点。英军要撤退的时候，生意就一落千丈了。当时真是大家人心惶惶啊，不知何去何从。所以我们最后呢，就决定搬到市区里面去住，然后在乌节路那边啊，再重新开始。英军撤退时期，张宗志刚巧在新航的地勤服务公司当经理，负责安排把英军送走。英军撤离新加坡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回去，要回英国啊，要回 Australia 啦，要回 New Zealand 啊，这些都是留在新加坡的一部分，所以那些包机我都负责帮他们办手续，家庭整家就这样走。一趟包机也许有150个左右，因为大大小小嘛，因为整家人都一定要回去，每个晚上都有最少2架飞机。1975年，政府决定在樟宜新建新机场，周边的乡村甘榜需要让位，居民也得迁移。如果我面对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去解决？一定要想。问题是因为一搬家就影响到其他的东西，生意做生意的话也要换，工作开店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改，小孩子读书也要换学校。樟宜村的新板店屋后来都拆除，改建成祖屋。新的酒店和休闲设施也陆续出现。英军留下的建筑包括樟宜医院、几度易主，许多黑白洋房也成为度假屋或餐馆，不过基本面貌还是保留了下来。在赫敦路的旧樟宜医院，1935年就屹立在这里。医院在1997年关闭后，一直深锁大门。旧樟宜医院最初是英国皇家工兵兵营，在日本占领时期成为战俘医院，战后他重回英军手中，成为皇家空军人员的医院。今年9月，一组探索新加坡最保密地方的队伍获得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允许，走进这充满传言的老建筑。访客当中有来自苏格兰的 Shona， 他1961年在这家医院诞生。I was just a baby. I left Singapore when I was 3. I don't have my own memories, but my father was a photographer. So I'm just going to go on and show you my birth certificate that I have. Yeah. Oh my goodness. So Royal Air Force Hospital Changi, which is here.Yeah, April 61. And you spelt it out? Yes. And all the usual details that are on a birth certificate. I was born here in 1961,
We left Singapore in 1963, and I had never been back to Singapore until 2010. So I was very keen to come and see all the places that my family had visited and had a connection with. And of course, Changi Hospital is one of those places. Shona 的父亲当年是皇家空中摄影师，派驻十里达基地，曾经两次因为肺炎在樟宜医院留医。他的两个姐姐也曾入院治疗，父亲当时还为他们录像。My sister recalls being taken in a minibus up to the surgical ward to have her tonsils out. But the video film we have is of the two of them here looking out to sea and just enjoying the view here. They have good memories of the hospital. My husband was offered a job here in Singapore 7 years ago. We jumped at the chance and we thought it's an adventure, we must go. And so we sold our house in Scotland and we moved here with our children. But my father said, when I told him we were going to move here, he said, you must go. You cannot give up this opportunity. So he was very keen for us to come. 新加坡独立后，英军在1971年撤离，樟宜医院交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英联邦成员国掌管，改名 Anzac 医院。1975年12月，新加坡武装部队从英国手中接管医院。林芳明当兵时就曾经在这负责配药。I came here,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Some of them have not visited Changi, or they are not aware of Changi Hospital. So I tried to share some of my past experience. Also told them about the dental units, the level, you know, the female wards, male wards. They are quite curious to know all this. The only question was, how come there's no air condition? 1960年代越战期间，也有美国士兵和越南孤儿到这里来求医。要去哪一个国家，美国啊、澳洲啊，或者是哪里，都在这边转机。然后那些有受伤的呢，需要在这边医疗的话呢，他们就最靠近的 hospital 就是旧的樟宜 hospital。看到很可怜，那个小孩子有的都包手包脚的、包头的，都一大堆。1976年，卫生部接管这家医院，改名樟宜医院。张宗智那时候也常到这里来探访病人。我看到这个医院实在很落后，也没有冷气，莫卓力是在下面那个地方。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所以你经过那边一定会走的会害怕嘛。樟宜医院后来因为无法负荷需求，在1997年迁到四美祖屋区，原址的旧建筑也就这样空置了20年。樟宜海风现在的气味跟从前也不太一样了。林芳明的西餐厅从前是英式炸鱼薯条热销，现在是咖喱鱼头受欢迎。这个是阿桑必须咖喱，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After the RF out, we have fish curry. Because the locals are coming in, we try to cater to the local taste.Our local taste, but somehow differs a little from the Caucasian taste, but time has changed. 对赖永成来说，日子还是一样过。他的两个孩子结婚后搬走了，
常回来看他，因此他从没想过离开樟宜村。最重要是对樟宜村这边呢有一种感情呢、啊，生活在这边是很清静啊，空气又好，而且又啊没有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啊，所以说真的不错了。我觉得樟宜离开市区很远，很幽静，好像世外桃源一样。我最喜欢这边的老树，他们曾经看过古往今来的起起落落。我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改变，能够保留，就像古树一样，保留七力不变。小孩子的时候看的时候是自然的海岸线，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很多填土的工程了，现在那个那一段海岸线啊，真的是越来越短了，所以显示出这个新加坡的面积，国家的那个建设啊，的改变的那个速度，跟当年那时候还是自然海岸线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下载 Toggle 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